可以放轻松了。你们现在来这边学琴的话，就基本上就是可以省到你们很多浪费的时间。我以前摸索的时候，像这些都是我这样一辈子弹下来的，就是经过这个吸收，然后再整合起来。以前也是像你们这样摸索了半天了、啊，就这样子，就跟你现在弹一样。就是我觉得我跟你学了以后，哎，我退步会很多。一定的，一定会退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很，就是我非常清楚了。早期因为你们是没有一个系统的，早期弹琴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，这边一点那边一点，和弦爱怎么抓就怎么抓。那你到我这边来跟我学的时候，我是要叫你有系统的，这样你当然会退步啊，因为你没办法适应，完全没办法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你必须，如果不主要是呢，你看你的，像我们是，你如果说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，你势必要回过头来我这里。如果说你要玩的习惯玩得好，就是能够在朋友面前谈一谈，很愉快，这样就好，你就照你自己谈，就是这个样。所以你想要回过头来像我这样，你几乎没办法适应，完全没办法，没办法适应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没关系，你就自己玩一玩嘛，愉快就好了。但是你乐理要懂一下，我讲的乐理要对，乐理要懂。那仔细的时候那些东西的话，你必须。我现在这些东西必须解说你要，你想要即兴啊，你要即兴插音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势必要有系统，否则的话你几乎没办法。所谓插音就是说，很多同学都是拿了谱，然后看着谱上面写什么插音，他就一拼猛练这样子，没有，对，一直练这些东西，可是没有用。我记得很多同学以前有一个坐在。不是这边的，反正一个同学，他们也是上班族，下了班之后他就来这边就猛 K 啊，拿着谱，就是一般我们你们所看到的，对，市面上有些人，他就拼命练，他就这样练，也不听我讲什么，他反正拼命练就对。我跟你讲，那没有用，绝对没有用。你怎么样的，就算你这一小节四小节里面音很多，对不对？噼里啪啦给你弹完之后，那你也许。为了这一两小节差音好了，你就算给你这一两小节差音给你练好，你拼命练，练好了之后，你只会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当下那个小节你会弹，你其他你就没办法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可不可以活用，你不知道，你弹下去之后你也不知道他们用的音是什么东西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反正就是猛练就对了，谱上面写什么音你就弹什么音。没有用，这样没有用。那老师的歌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你差音多，所以是弹节奏快的好，慢的快的都一样。像我弹都弹很慢的，结果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差音。哦，不是，所谓基本上差音的话，原则上差音绝对是比原来的如果旋律是慢的时候。你唱个普通的这个速度一样，那没什么了不起啊，那就是把和弦的音分解一下而已。你所谓不一样，就是你的音要多一点。比如说一拍里面有差四个音的、六个音的、八个音的，这样才叫就是这样意思。还有我们通常即兴的时候啊，就是即兴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选歌选的很简单的歌，速度很慢的歌，什么《奥特利弗》啊，《Fly Me to the Moon》啊这些东西的，或者是说。最近教的是吗 ？Today 啊，这种旋律很慢，可是当你在演奏的时候呢，你在插音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把旋律弹多一点，才显得出那个插音即兴的味道？你否则还在那边跟它的速度一样，那吹起来就没什么意思，弹起来就没什么意思。那你通常一般我们即兴的时候呢，不会去找一些很快的歌来练习，因为它这首歌本来就是很快的，就好比我最近教的蓝调那种。很快的歌，它本身就是速度160，那根本不需要你去插音，你插音插出来也没有它好听的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这个观念要知道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什么叫 double。每次啊，比如说鼓手这样子，慢开始慢80拍左右，鼓慢慢打，后来演变成 double 就是80拍变成160拍，也就是你把那个音群
等于说是你会听到鼓手弹到160拍左右，但是呢，他只是把点增加了。那我们即兴的时候，也就等于说把一般的拍子，比如说一小节里面两个拍子，两个点，你就把它变成四个点，就速度快一倍，就是音多了这样。所以说你要即兴的时候，一定是找简单的歌来练习差异。你懂不懂这意思？就是你不要，你歌本来就已经很复杂了嘛，轮不到你即兴，即兴也不好听。就好比我最近教的那个，我开的蓝调班嘛，那首歌蓝调钢琴班，那个很热闹，一台琴 ，walking bass， 你们都听过了吧？应该都听过了吧？对不对？当当当当的叮叮当当的，那也对，那音很多的，那就没有不需要你即兴，你就好好把人家弹的东西把它练出来。那即兴就是，比如说一般，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咚咚，是类似这种旋律是很简单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即兴。该你的时候，你如果还在吹手，咚咪咪咪咪咪咪咚，那就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时候就该你间奏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发挥即兴。那个是因为他比如咚咚咚，他也许一拍两个音，或者一拍一个音的时候，那你到的时候你到底一拍两个音，或一拍三个音。这样的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同学这个下礼拜再就过年，对。同学这个寒假班还能过来弹弹琴，也算不错的，表示对琴有兴趣。